站在咱们千年崖城上的玻璃廊桥，看咱们中国与朝鲜的风景。这边是咱们走的车，都是中国的车。这个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江。咱们站在这个玻璃廊桥上，可以看见朝鲜打球的人。哎，你看这边他们的房子、菜园子，那边还有做饭的人家唠嗑的，这就是北朝鲜。